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巴士哥哥 YouTube Channel。开始之前 ，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揿钟仔。我咧就拣一部车先。啱啱嗰架我解锁咗啦，虽然不过唔想玩，唔想用啊。呢架啱啱有架啦，呢架一般啦，不过后面我嗰啲全部未解锁。廉价的嗰啲车，我觉得用边架好呢？用乜嘢好呢？系啦，好似冇咩好用啊！唔知咩事，都系冇翻嚟。好冇啦，就依架啦，大屿山巴士嗰只。有人觉得佢似大屿山巴士，有人觉得佢似港铁嗰啲紧急接驳巴士啦，唔知啦。唔知外形系似一架旅游巴。我哋会玩 level 几好呢？level 七啦就，但系咧我咧个人撞嘅车个海，下面真系海嚟嘅，我自己都电埋落去。或者惡有惡報可以咁形容，都係唔好再試。
集嚟到呢度，下集见，拜拜。